测试王老师的闪躲速度，我们来到北京奥体中心万国国际击剑运动中心训练馆。作为奥运会的传统比赛项目，击剑运动以轻巧灵取胜于敌，是竞技体育运动中最为绅士和高雅的项目之一。哎，是陆教练吗？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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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那你们这个就是以快著称的是吧？对对对，就是要以快著称，非常快，对对对。你不知道你能不能走得过去？我实际上想试试到底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速度再看一遍，剑尖从王老师的头部惊险的划过，没有击中。第二回合，击剑教练调整脚步后突然来了个三剑连击，漂亮，王老师一个华丽的转身再一次躲过了。我们用高速镜头看一下，这是第一剑，第二剑差点击中王老师的脚，第三剑扑了个空，非常精彩的闪躲腾挪，王老师依然没有被击中。第三回合，1、2、3、4，击剑教练居然连击四剑，他击中了吗？第一剑没有击中，好险呐！第二剑差点击中王老师的手臂，第三剑直击他的脚尖。尽管教练跨出了最大限度的弓步，王老师还是跳步躲开了这必中的一剑。王老师太厉害了。第四回合，1、2、3、4、5，中了，中了！显示牌亮起了绿灯，教练激动地呐喊起来，他太激动了，他太激动了。我们用慢动作回放一下。五剑，整整五剑，教练终于击中了实力惊人的王老师。太厉害了，黄老师，你很不错，很不错。哎呀，我完全没有想到你能躲过这么多剑。我能体会到这个击剑的速度，我也能体会到这个太极的多传能力，太棒了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你。哎，好。刚开始我觉得他是刺不动我的，我没想到陆教练的他的剑会这么快，做真不愧是一个专业运动员。本来呢，我觉得非常轻松就能刺到的，那谁知道呢？一剑、两剑、三剑，我直到打到第五剑的时候，我才能击中他。嗯，这个太极的这个功底还是非常的厉害的，脚下身体的躲闪能力还是比较强的，这可想而知咱们这个中华的武术博大精深。虽然击剑教练最后一回合击中了王老师，但本次测试王老师胜3个回合，王老师最终测试成功。